能太脏了。我有点不知道哎。你们两个多丢弃嘛？太有爱了。上次人家上次小金跟叶机还有谁？他们男孩子。有吗？那够也够香的，可能。快还是快找个电话机？是啊，反正找个电话机。现在就是记下，好像都停下了。清晨那天说没事情，他说他如果是外区，都是外区，他马上就回去。